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。俄罗斯派兵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，让欧陆地区紧张情势升温。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，已经将乌克兰的旅游警示灯号提升为红色灯号，建议民众不宜前往。而外交部也初步确认了，目前呢，大约有4名的台湾民众是常住在乌克兰的，目前他们的情况都平安。